哎呀，都没有关系，这个很乖，看，这个很乖的，但是这是一个小男生啊，他长得也好看，就也肤色有点黑，看他。咬，他只是在舔我的手。很乖，这个特别乖，这小老虎有多大？这个还在喝奶，他还没有断奶。这个小老虎，这个很乖的，你抱抱他吧。我总能点着你，抱你什么毛？有东北虎吗？这就是东北虎呀！你看这个，就是它有点潦草，就是没有给它打扮，和呱呱一样很黑，它很黑。哦，对，它好像是啊，跟呱呱小时候脾气一样好，是不是？这个屋子里面好暖和，我都不想出去。爬出来，它不敢爬出来吧？它应该不敢跑出来，地上太凉了，太凉了。给他穿上衣裳，小红了。给你们看看啊，抱抱他。你们不是都想让看看可以摸的小老虎，抱抱的可以抱抱的吗？这个就是，但他有点害怕人，看没？他胆子也是小，他很乖，但他有点怕人。胡子还可以什么？旁边过去摸不可以摸小老虎啊，可以看，不可以跟他互动。虎王没有在这边，虎王没有在这边。叫啥名？还没有取名，还没有给他取名字，可以给他取一个名字，可以给他取一个名字。呀呀呀呀！这个很乖的，要是如果马奇朵跟他一样乖就行了。马奇朵跟他一样乖，你看他怎么摸都行。马奇朵一会儿都烦了，马奇朵跟他玩一会儿就烦了。那脸。他的脸也脸可饱满那种，眼睛也是那种大大眼睛，叫冬瓜，冬天生的，像呱呱是吧？可能没有涂防晒，看看，呀呀，豆豆，奶奶吧，点点虎蛋，高鼻子，静静，他多大了？他多大知道不？不知道了，还不太清楚呢，没有问奶妈姐姐，反正他还在喝奶粉啊，他还在喝奶粉。还得每天隔4个小时喂他一次奶。